艺人佑胜今天出席新戏首映会，现场最受瞩目的莫过于佑胜与女星陈怡蓉的新恋情。佑胜被问及感情话题，则打死不认，反而还向女主角陈婷妮示好。我们两个就好朋友啊，应该是我们就是好朋友的好感吧。选哪一个？我当然选婷妮啊。谢谢。对啊，因为现在，对啊，现在我整个人生就是在跟婷妮一起过的。对，我也是。佑胜声称目前还是单身，不过撇开感情生活，佑胜在新戏里的大尺度演出也让他的好身材再度成为焦点。当然还是有，因为剧组人员太多了，而且那是公开场合，说实在的，所以为了我的名节，我还是要就稍微保护一下。什么样子的保护？就是比毛巾小一点。新戏有望成为佑胜的代表作，至于成绩如何，还要由观众来为他打分数喽。搜狐视频娱乐台北报道。